即马要来去咖喱食肉丸。我连续几啊抓来拢吃没有，唔甘愿今仔过来一道。这位大哥，你一声买这么多，无怪我拢吃没有。这位咖喱肉丸，其实伫战前三四年就有啊呢。你唔知哦？哎呀，我来连续来三天拢无开。啊，你敲电话问啊。哈哈。等六届来，来行过六座。啊。创办人是陈金虎，咖喱人拢叫伊白瓦虎。没有，因为隔壁他们厨房在拆，所以会很硬，所以我不爱吃。哦，是的。对啊，星期四是因为我先生他有是习惯性的脱臼，啊，也中伤，所以就停止。你这刚刚那种肉丸，我怎么上时间看无同款呢？我这是番薯粉，番薯粉对，番薯粉它还有分红的跟白。红的跟白的，对对，也有红粉跟白粉。用什么？有红粉跟白粉啊。红粉跟白粉。对，因为番薯它有它不同的颜色。哦。啊，你用完这边是包完了。迄种迄是咧包，因为阮这是切的，对，啊，它现在也快。好好。我们是蒸起来的时候再炸，啊，因为有时候蒸的时候热的时候会。剥的时候在脱掉，在容器里面蒸，剥的时候会脱掉。哦，我们国内老锅只会起来剥骨。哦，就是这边以前的冰板应该剥完就掉了。我有蒜头哦。我这边水比较贵。对。嗯。对啊，又不能放，不耐放，太贵了。早期这个肉丸叫做包啊，但是伫战后中国的馒头包子入来了后，伊才正式改名肉丸。看咧，唔单特相，刷咧呢，阁有媒体来甲伊报道。店内底食的人较少，大概大部分拢买倒转。来，这是一粒啦，吼、哦。包三粒，嘿，包三粒，然后断面切的，那个包三粒啊，哦，先那包三粒，给东西吃啊，哦，给东西就吃，那么包拢包十五粒、四十几粒，看下有啥物物件，看下看下，有面包，还有粉干，有，而且讲。这透明的呢，就是比白干不同款，这无人理的啦，所以完全透明。这用个富士汤哈，嗯，还有调味辣椒膏。这汤多啉。汤多啉嘛。嗯。啊，肉丸嘞。肉丸料真细。肉丸料真细咯，那个真香哦。对。够香的啊。头家甲我讲，因第一代咧做诶时阵，大部分拢是食汤诶肉丸，后来才慢慢改做是干诶肉丸。啊，我要走诶时阵，恁娘话排到遮侪人啊，啊，搁一堆人搁一直来啦。啊，这是地址记起来哈。